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伟哥，我们继续玩克隆战啊！现在看一下选什么。刚才邀请了五个，这个鲁班、南陵王对吧？一个叫夏目，一个叫对面五个彩逼。看一下这把是克隆会玩什么，我就不选了，让他随机啊！我不选，我的应该是默认是妲己。宫本啊。哦，宫本打关羽好打一点吧。我操，他们四个带进化，一个带斩杀，我们四个带斩杀，一个带惩戒。这些人玩关羽都喜欢带进化，是吧？就不会被人不容易被人控制。但是我们是五个宫本啊，他应该来说也能控得住他们。他们控能进化也就进一次。哇，这个对面五个彩逼还有这个皮肤，传说的皮肤。他好像有分等级啊，什么普通的皮肤是吧？还有一个史诗级的皮肤，这个是传说级的皮肤，还有一个限定的皮肤。这个我就不需要出魔女斗篷。我去，好多东西跳跃。他们被我们一技能削下，马上就没有冲关状态了。哦，我的天！一会儿我的天！呀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走！这群人太彪悍了啊！马背上的民族都是很彪悍。现在还有什么？三国还有好多英雄都没出啊，对吧？像诸葛亮的老婆是叫谁来着？黄月英吗？还有什么英雄没？三国好多大将都没出，对吧？还有马超啊，对吧？马超什么都没见到，五虎战将。他们基本要过啊，到四级以后，我们大几个，每个人一个大，他想跑。你是打个蓝 buff 去支援一下吧。别顶我。这个关羽把他打，先跑到我们家来，你们去打吧。哎呦，贼能跑啊！不追了。先花一会，打也打不死他们，追个毛线！等我大了再追。你死吧你！哎呀，我操，不够，
不够长。加我干嘛？不打了。哎呀，去了你个什么套路？进去了你就开始那个耍驴脾气。走了走了走了，这个时候没血，然后他开大很容易冲撞，光辉宇给我们打是很难受的。哎呦，我操！暂时不开大，暂时不开大，血不够多。哥，你不把这个炮兵打掉再回去？我去，这样也算他的呀？你这哥们运气也太好了吧！我开个大，然后死了，他也被塔射死了，你就轻轻碰了一下，最后被塔射死了，算在他头上。这好不公平啊！刷下，我们这个打那种法师也比较好打一点，一技能的破法，爽！看你跑，看你跑，看你跑，往哪里跑？走路，你要顶我回去吗？哎呦，还真把我顶回去了！我操，这边又顶过来，还来，走一下！我操，躲过这边，躲不过那边。逮住他，好，总不能没有人头进站啊，打这么久。这个预购一下，然后再出一个冰痕之握啊，冰痕之握出起来打光宇更容易了。好多光宇啊，在中间削他们，我先不进去了，太危险。哎呦哎呦，危险危险！我靠，这边哪又来了一只？我擦！横冲直撞的关羽也挺烦人。哎呀哥，你怎么掉线了？天子银蛋蛋，你这银蛋的家伙这时候掉线，叫我们怎么打？算了算了，不打人了，拆塔拆塔是吧？他们现在都开始开启拆塔模式，我们也要开启拆塔模式。
这时候再不斩杀掉，人头就被抢了。拆塔，人家不搞人了。少一个人不以拆塔为主，后面不好打。哎呀，我想跟你玩绕圈圈。哎呦，我操，有没有搞错你吗？血不够厚啊。这个家伙天子银蛋蛋是要遭举报啊。那个打上路，我打下路，让他们去烂啊！我现在以拆塔为主了，不能再烂了。人头可能会给他骂。我拆塔，打野就交给他们了。猖狂！还来，还来！削死你们！肯定算大了，让他们靠下来一点，对呀、啊，再下来一点，然后开个大，再撸他。他们砍不死我们，人家一下子砍不了去多少血的话，他们就很糟糕了。我操，四五个，你们有没有搞错？哦，我操，千军万马顶我，这啥？此地不宜久留。哎呀，我去！我走了还不行？再下来，你再下来！五点血，五点血。这把吃饭了。应该是出这个对吧？
等待机会，不能离塔太近，离塔太近会把我们拖进去的。赶紧撤！我这个默认出战会出个魔力斗篷，哎，把魔力斗篷取消了，改成我甲。先把上路的兵线清一下。关羽没话打了，四个公本就可以让关羽这么惨，连这个没有掉线的打起来更烂蛋了，他们连打的连出门的机会都没有了，他们挤在家门口，跑动跑不动嘛，跑不动的关羽还有什么用？他一路兵线上来，他们肯定要派兵过来。顶不到我，是多么悲伤的领悟啊，多么痛苦的领悟。来呀来呀，互相伤害呀。灵活吧，你们还没我们灵活。太嚣张，一个个砍。太垃圾了，匡宇太垃圾了。再买个复活甲，你们打都打不死。先换过他，等一下，因为他现在往家里跑了。不用开大，照样虐他。好，就这个位置，好，来了他。我操！我操，三匹马挑我一个，哎，累来了。哎呦我操，一个人挑三个的关羽挑不过，差点另外一个也死了。我复活甲还没买起来。复活甲买起来我就不会死。好了，他们的日子快到头了，关羽的好日子到头了，基本上都一挑三，一个公本可以挑三个，三个打他还打半天。三个打不死一个。抓他！就是缠着你，让你连启动的距离都没有。你说你没有启动不了，你的光源有个球用。哎呀呀呀！别跑，这样子人头没了。
坑了，把这个塔先拆了。刚才我就差一个斩杀了。塔都给他全拆了，看到我们光，看到我们宫本都要跑。哎呦我操，好多鱼啊，好多光鱼啊，好多马。又是单挑三啊，一串三。哦，快跑快跑，来了来了，支援部队来了。要死了要死了，扛不住了扛不住了。烂死了烂死了，这一把是不是真的烂蛋烂死。复活甲出来了，这下打他们就容易了啊！不是一菜被他戳死了，什么鬼？我们家有两个人掉线啊！我说后期怎么这么难打、啊？不过还好我们一挑穿，一挑二应该是没问题，一串三是很难。等人齐了再打，我们没人了，三个人啊！出去几泡茶叶，图啊！我操，这么狠！我操，有没有搞错？这样子捅我，还捅？要死喽！要死喽！哎呦我操，残血还追，还带，还好带复活甲。先闪！你妹的，砍死你！这挑起来真难啊！我操！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我操！哎呦我去！三个宫本就够他们好受的。我砍他，就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，我血本来就不多。好，拆了，有点卡，不卡吧？他后期只有三个啊，打他们两个，打他们五个。嗯，先把他走了。